我现在住进了厦门宾馆，15层，看看房间怎么样。一个小床，一个大床，卫生间干湿分离。这边是呼吸器，保险柜。早上天气很好。这是大王椰，不长椰子。现在我去吃早餐。蔬菜沙拉，面包，各种点心。我们的房费是623，含3份免费早餐。如果单独买早餐，是70元一位。油条煎蛋。四副米脆脆圈1.05元，咖啡，有葱花甜沙包，小米稀饭，烤肠，肉类，厦门人早餐必吃的4物鸭肉面线，试试。4物是什么？药。药。好嘞，谢谢。你来上啊。这是3种面卤，再试试沙茶面。猪血面线糊是宾馆的招牌，据说一个大人物很喜欢吃。